5月9日，赴港参加某代言活动的藤原纪香抽空在某家知名潮菜馆约见了旧时绯闻男友郭富城。晚上七点左右，郭富城就乘坐保姆车前来酒店迎接家人，但自己并未下车，只派出经理人小美去接纪香。5分钟后，藤原纪香一袭绿色性感短裙亮相，到达一家潮州菜馆时，天王郭富城身穿黑衫，戴着眼镜，先行下车。纪香下车的时候，周围人群一度拥挤，郭天王护花心切，则力排周围人群为纪香开路。进入菜馆时，纪香一直面带微笑，跟店里的顾客打招呼。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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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